嘿、hey, ，大家好，我陈浩。这一部影片我们带来是《爱丽丝》的一个解说啦。那我们现在嘴巴有东西，让我嚼一下，谢谢。好啦，那这场比赛是一个之前在 A1 排位的录制的一个影片哦。那爱丽丝这只角色呢，我个人认为呢，在逆风场呢打起来是相当的舒服啊。何谓舒服？只要你们坚守着高地塔。艾斯的这个 CD 呢，是可以很快的就达到把大招丢出来一个效果。那差不多一波兵线的艾斯可以丢一次大招。那对方如果硬要霸王硬上钩的话，是很容易被打了一个懵逼啊、哦。那之前呢，我一直在这个顺风场的时候呢，遇到对面是爱丽丝啊，那觉得很纳闷啊，遇到艾斯好像遇到鬼一样啊。明明前面打很顺风，为什么最后一直打不进去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用爱丽丝，但是我大概知道爱丽丝是多么恐怖一只角色。那自己使用起来才知道，哇，真正是可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中路的法师呢，他是直接的就把我们打野的一只野怪给带走。那我个人是不推荐这么做的，也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你会阻碍打野的这个等级上的这个上升的。你看现在还没来到四等。那因为还好我是有吸到刚刚那只野怪的经验，所以我现在来到两等。那对辅助位来讲呢，你的经济呢一直以来都基本上会是全队最低的、哦。那但是爱丽丝这只角色呢，它并不像一些辅坦是那种横冲直撞那一种，它是属于比较站在队伍后排的一个角色，那让对手呢，可以限制对手，那队友呢有这个输出空间。那我们纳克罗斯想很长，赶快补一个治愈给他，以防他被斩杀带走。那在魔龙战这一波呢，没办法去争夺这条魔龙了，因为我们纳克罗斯已经被打残了，想必对方势必会直接开启这条魔龙哦。那他们果然是如我预期啊，直接开启魔龙。我们就在这个草丛这里晃一下，左晃右晃，看一下魔龙血量，那等待一下我们的队友的跟上。那这边的话，我们队友是进场了，我一个遗迹先晕住他们之后，这条魔龙是我们的吗？哦，原来不是我们的。艾里一个大招开下来，是成功的在带掉我们的纳克罗斯啊。那刚刚那一波，其实我一直以为我们就差不多要拿到魔龙，那结果最后魔龙居然也不是我们的、啊，真是有点傻眼猫咪。那在中路那边的话呢，我们的骑友是直接冲过去收掉艾里的，但是我觉得他在野区遇到对手。啊，果不其然遇到对方的拉兹，直接应该是一拳被打爆了。那这边的话，马洛斯呢是身陷危险啊，我赶快丢一个这个大招，但是想必他也是跑不掉了。对方拉兹直接就把他灌到他们的塔内啊。那我觉得，这就是小地图的观念。如果他刚好看到拉兹来，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拉兹来，如果我看到拉兹来，我绝对不会这么靠近对方的防御塔。那这边这条魔龙，这条古龙呢，是也是绝对要拱手让人的、哦，你只能把双手捧高高啊，希望对方不杀你，拿古龙就好这样。那对方不来入侵这个野区也算是仁慈啊、哦。如果我是这么多人直接集结古龙，那对方呢，又只有两只的话，当然是直接就入侵对方野区了，那硬是把他们的这个buff 给拿掉。那如果他们要打的话，那基本上打不赢，因为拿了古龙又拿了魔龙，基本上是打不赢的。那除非呢，这个优势方这边这个走位稍微的不那么风骚，稍微的这个阿基一点啊，可能会被收掉。
那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中上路这边的话呢，可能一波会战打起来，我们尽量，我们是比较属于薄的角色，我们不要靠得太近。那对方主卡呢一个屁股坐下来，那我是稍微的拉开一点距离。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哥的一进去不到这个 0.5 秒，直接被断大，直接大被就这么的断掉了。那这边我们是成功的把对方给打残了，但是我们的马洛斯的这个血量已经剩一半了，对方血量非常非常的残，非常非常的残，残到一个惨不忍睹啊，成功的跑掉了。特别是那只熊猫，我特想杀那只熊猫，我已经费尽了洪荒之力啊，但是那只熊猫还是给他跑掉了，真的是非常可惜啊。那这魔龙已经出了，但是我们的奇尔却选择入侵对方的这个红区哦。因为他带的好像是制裁吧，所以他一直想要去拿野怪，但是我觉得这会让他深陷在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状态里面。那这边我们纳克罗斯直接被对方一个围剿，我赶快丢个大招，希望能保住他。那这边的话，艾里血量很残，马洛斯一个最后死前一刀是挥掉对方的艾里。那我这边血量是非常非常的饱满，但是呢，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萝莉啊，我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啊。那这条魔龙呢？好像也是失手了。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打起来是旗鼓相当哦，因为对方基本上也是杀不了我们的，不是杀不了，反正把我们都杀死了。但是他们的血量还会被已经被我们打得非常非常惨了，所以其实是可以打的。而且，虽然说越到这种高端场呢，在掉第一条魔龙之后呢，其实大概有四成的几率呢就会输掉这场比赛。我个人打这么多场的这个心得大概是这样，所以第一条魔龙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其实在越高端场的部分呢，对方的失误率是越低哦，你越不太可能去扳平哦，就很像你看那种比赛呢，就算那些高手那些职业选手都知道说，我逆风局该怎么打，但是被翻盘的几率还是不高，就算你知道逆风赢法，对吧？所以呢，其实第一条魔龙战非常非常的重要 ，very important。那大家千万记得，在打第一条魔龙的时候，先攻击对方人为主哦，除非你很确切知道说，对方就是不在这边。那如果你没看到对方影子，千万不要急着开魔龙，很容易就会做这个传说异攻队哦。那我到下路这边呢，要来救一下我们这个哥德尔啊！但是我们哥德尔想很残的，我希望他直接跑了，不要再虚钱啦，哥德尔，金炸哦！跑吧孩子，跑吧跑吧，还是被击杀掉了，没办法。那这边的话呢，我也是就是已经竭尽所能的想要去帮助我们的哥德，但是他还是去了。那这边就帮我们哥德稍微清一下兵线，艾斯清兵线真的是有够慢的，真的是世界无敌慢啊。这个瑟斐斯呢在我旁边跳了一个大招，是没有跳到我，完全就是无动于衷，好不好，我想碰我啊，我告你性侵啊，告你性骚扰啊。这边的话魔龙又掉了，那是被对方给塔拉给拿走了，那也没办法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呢就是守塔守塔守塔。在对一直掉魔龙情况下呢都没关系，不要紧，但是你的塔呢绝对不能 一路被推掉，宁愿不要参加会战也要坚守塔。你只要塔掉了，视野这种东西是很可怕的，一个辅助位呢最重要的就是做视野给大家看，那你的野区一直被入侵，你的辅助位过去就蒸发，你就不要再怪为什么你没有去探视野，你不给我视野我要怎么打。我觉得这些很多东西呢都建立在是环环相扣，就很像一只射手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抓掉，第一个当他走位问题来讲可能也是需要检讨，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队友的一些送头啊，然后导致对方经济快速的累积啊。那这边只有一个孤军奋战，我是没有想要打，但是我们哥德尔又是困在那边，稍微勉为其难的看一下能不能救一下他。那这边马洛斯在上路是被击杀掉，那我们哥德尔呢成功的逃走了，那上路呢也差不多准备一个蹦下卡拉卡。好的，那这边的话呢，我身为这个比较软皮的辅助来讲，我们站位呢尽量站在团战的时候尽量站在队友后方。那这边我已经赶到了，那我直接开启一个大招，这只艾里基本上是跑不掉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成功的去击杀掉这只熊猫，开启一个加速，大家跟我来。那熊猫血量是非常非常的低哦，如果其实有大招应该是可以直接收掉，不过他没有开大招进去，基本上应该是因为没有大招。那我们纳克罗斯是一个进场之后带掉了对方的这个躲在里面的胖达，但是此时此刻哇，我们的下路
已经崩下卡拉卡，又崩下卡拉卡，就直接被推到这个高地内塔了。我们的高地塔呢，差点就要失守了。对方完全逮住了一波机会啊，直接把我们下塔硬是推到底。那可以看到一下，魔龙树一直处于这个落后，那塔树呢，现在目前也处于这个落后啊。打到这里呢，相信很多人已经非常绝望，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丧志，我们可以灰心，但不能丧志。我们好好的把这个接下来比赛给打完，这是对于你自己心性的尊重，也是对这场比赛的尊重。没有绝对输的比赛啊，好不好？你放弃了比赛，你才是绝对输啊。那这边的话，我们持续的做这个防守，那我们尽量就躲在后排，那赶快给队友加一个护盾，加一个跑速，那看他们能不能制造出一点奇迹来啊。那希望呢，队友能够在后期呢，能够稍微的有一点回神了，知道自己要干嘛，千万不要傻不隆咚，这个傻呼呼啊，好不好？没人，你傻呼呼，没有人会帮你呼呼啊，你就准备投胎了，我跟你讲。那这边的话呢，啊，哥德是抓到对方的射匪师，但是射匪师已经肥了，有点硬了，他这个待宰的羔羊呢是有点难打，啊，我说真的，啊。那越是这个处于逆风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团结啊，不论是在走位上或是精神上，很容易，大家很容易被翻盘。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容易被翻盘？有没有觉得说都是因为哪一只开始膨胀了，准备要去一打二一打三就被对方直接抓掉，明明经济领先那么多却直接被抓掉。那在这边的话大家看一下我的 CD 呢，是主要是出这个减 CD 的这个装备啊，所以出完圣骑战争之后，我减 CD 已经来到了大概是 36% 了，因为我本身奥义带的是金身，所以有 6% 的这个减 CD 哦。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血量是一直都处于非常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完全不怕对方直接来切我后啊，当然还是怕啊，但就是自己的走位啊，因为爱丽丝，我跟你讲，玩爱丽丝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要去普攻帮助队友 ，man 不用，你就是有技能，赶快上前抓准这个机会，赶快丢招，大招呢放在对方的这个位移角或是这个高输出角色的附近哦，让他直接蒸发掉，帮助队友，这就是爱丽丝该做的事情。你不要想说我也要来个普攻，除非对方真的很残，不然基本上普攻这种事呢，就让队友去做就好。你呢要做的事就是保命啊，因为你是全队的这个定心丸以及保命的一个小萝莉啊，你可以让队友增加跑速，你可以用控制技能控制住对手，那自己呢是千万不要在会战一开始就直接挂掉。你不要觉得爱丽丝没什么输出能力，她最强的就是让队友有输出的空间哦，那这会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件事情，如果对方有爱丽丝的话。那但是兵线已经进塔，这就有一个傻不隆咚的这个射匪师啊，那可能两个三下塔之后还是成功的被他跑掉了。那没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太肥了，我现在能做的事就是守塔而已啊，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哦。那我觉得爱丽丝来去清兵线的话呢，不是不行啊，只是有点浪费，因为我觉得爱丽丝基本上还是跟着团队走会比较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只能守塔了，我们千万不要太出去了，马上说完我们的这个法师马上杀出去了。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尽量的帮助队友，给队友一个空间，哎，发现好像可以打哦。那对方熊猫是这个主要输出奖是直接挂掉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逼近，对这个塔拉是开一个大招，不过他一个纵身一跃啊，飞跃的塔拉直接离开我们这个攻击范围。那可以看一下艾里人在下路开始已经肆意的想要推塔啊，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人一直没有人想要回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艾里呢，这一波兵线呢，我个人是认为差不多了，防御高地塔差不多会崩了。那这边的话呢，哦，我们的哥德要抓人了，我赶快的赶紧赶过来帮忙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尽量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走位，因为艾里还在下路，所以也不用太紧张啊。不过呢那个高地塔是直接就是会被他推爆，那个艾里也是相当聪明的，他看到我们五个人好像没什么回去的时候就马上继续推哦。啊，不过呢这边是成功的击杀了对方三支队友。那我个人认为呢，只要兵线进去，艾丽是一个大招，防御塔是很好推哦。那我们来逮一下这只艾丽哦，那稍微的在他路径上放大招预判一下 ，OK， 成功带掉之后呢，再往前逼近哦。那此时此刻，我的队友是对这个凯撒呢是有所觊觎的。那结果呢，哇，我们的哥德这个防守的时候呢，被直接吃掉了。那这波凯撒也被对方盯上了。那凯撒现在吃一半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再继续想要打凯撒或是去攻击哦，因为你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对手不要去碰到凯撒，
让凯撒想赶快回起来，不然的话他们这样无缝接轨啊，对吧？那你还受得了受不了？直接凯撒就是义工队哦，你魔龙要当义工队就算，你连凯撒都当义工队啊，那真是说不过去啊，对吧？那对方直接杀过来，我们的纳克罗斯呢在这个魔龙区是吃魔，而且我们现在只有三个队哦，所以呢这边的战线呢势必得一个往后拉，往后拉，一直拉，不停的拉，拉茶，拉拉拉拉，好不好？那这边呢我很怕对方呢是已经去吃这个凯撒，因为他把我们逼到这个塔内了。好的，那这边的话呢这个炮车哇超级士兵管不一样，那赶快回到队友身边，希望能够稍微的帮一下队友。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老话一句，注意走位，注意走位，注意走位， watch out。我们就是一直躲在我们的团队的后方就好，那像刚刚这边稍微有点危险，不过还好对方没有硬灌上来啊。那可以看一下我们野区那边呢有一只熊猫以及这个瑟斐斯，那这时候魔量没了，我们得赶快回来补啊，因为我们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主要的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关键手，一个 key point。 那对方呢在中路呢是抓到我们纳克罗斯，还好哇他是成功跑掉了，那及时支援呢对方拉兹是挂了。那难道在我们野区他们想要爆发一波会战吗？你们真的想在野区跟我们来这个一波会战吗？啊真的是相当的愚蠢啊。但是我队友的没注意到我在清兵线是吧，好像一直推出去哦。这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对方的主卡，所以要非常更小心的去注意野区。那可以看到对方的塔拉在上半部，那对方的主卡没出现，那艾里呢在他们野区这里，那他们还有另一只角色呢是也不知道身在何方哦。那此时朱卡杀过来了，哥德开启大招，不知道有没有抓到不过没抓到也没关系，我们的这个法师有点冲崩了。那我这个一技呢是没有预判到瑟斐斯啊，那是让我们的这个法师被带走。那这边对方塔拉想要弄我，我赶快回到队友的怀抱这里。那我个人认为呢是差不多要走了，不能打了啊。但是我们的哥德又是硬上前去了，那我也是没办法。对吧，阻止不了就是阻止不了啊，这个撤退键吗，按到崩掉也是，不退就是不退啊，没办法好不好，一切呢都是命啊，一切都是天注定啊，那你也不能去多说什么啊，那我们呢只能相信队友好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相信队友，你只要一吵架吵起来完蛋，你们放弃比赛，比赛才是真正的输啦，没放弃比赛之前没有人可以知道对手呢会不会因为一个失误而导致他们崩盘，所以我觉得坚持到底呢以及脾气的控制是你想要拿胜利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这边的话呢赶快的再回到队友身边了，比赛已经来到非常后期，我个人是认为呢我们有哥德又爱丽丝是主要是走这个比较后期的这个伤害啊，那我这边是想要先把拘魂书买出来，以防可以克制一下塔拉。那他们这个瑟斐斯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瑟斐斯是一个很冲动的瑟斐斯哦，他常常直接冲到我们正中央，所以他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要把他引过来。那这边的话是，我们队友直接死去了，那我给赶快再往后拉。那对方瑟斐斯居然没死啊，那帮助我们纳克逃脱之后呢，我们再稍微的看一下观望一下这边的状况啊。那对方塔拉这个不死塔拉，我是没有拘魂书跟他打，所以。也没办法说让他不要阻止他回血啊。这边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危险哦。那看到对方已经把这魔龙吃掉了，那我们是成功的拿到这个定心丸了。我跟你讲，在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呢，就是只要谁先吃魔龙，我觉得凯撒就会掉，因为已经到后期，你根本没必要去吃魔龙啊。有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判断说到底能不能吃凯撒，对方只要一吃魔龙全体欢呼赶快朝凯撒过去了。那可以看刚刚熊猫是在上路吃魔龙，但是此时此刻他又消失了，那他可能会从左草这里杀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在这个时候吃凯撒的时候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有大招就丢大招。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哥德先丢了一个大招之后呢，马洛斯再丢个大招，我马上看到主卡之后对凯撒呢开启这个大招，以防他跳进来，他只要跳进来他就会被沉默，那就比较不容易让他去用制裁点掉这个凯撒。那这边的话呢好不好，我们是可以应该是没问题打出一波这个反击的。那我们的主卡呢是还没跟上，不是主卡，
我们的那个奇尔是还没跟上，所以我稍微不要走那么快。但是呢，我们的队员呢跃跃欲试啊，想要直接把他们塔给踩了一个这个蹦下卡拉卡。那最后呢，因为已经到后期，所以伤害非常非常高啊，塔基本上是碰到两三下就得崩的，加上我们有凯撒之力。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一场这个逆风局该怎么打的解说了。希望呢我的这个这些观念呢可以成功的从你们右耳进，留在脑袋里。下次呢遇到这种逆风局的时候，第一个千万不要想着要嘴哪一个队友，不要抓战犯，沉住气，我们稳下心来，给队友一点这个希望，那你才有拿到星星的希望啊，各位你说是吧？好不好？记得哦，我期待你们的表现，我割你的期待。好，那就先这样喽 ，Good。